下班休息看直播，放学回家学操作，错过精彩怎么破？我来帮你放重播。主播真会玩，每周五更新。我跟大家说一下，通货膨胀，知道吧？我看了个新闻说什么，通货膨胀已经阻止不了了，是美国在一直在印钱，导致通货膨胀。一半。哎，有真的有人玩游戏不会牛头 WQ 吗？不会恶脸的人进来学，牛头恶脸，真的，说实话，我可能用脚按都按得出来，不骗你们。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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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用脚牛头 WQ， 我感觉挺好玩的，我来挑战一下。不行，我这个第二个指头没感觉啊！我再试最后一个。哎，成了！你会用脚放牛头二连吗？我试试。Easy，Easy，Easy easy, easy。用脚二连吗？来，试一把，试一把。牛头用脚 WQ 太简单了，我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怎么玩闪。别在那儿天天问用脚 WQ 了，妈用脚 WQ 你们上你们也可以，别太小看自己。低情商别太小看自己，高情商别太高看 Let me。 你给我看清楚啊，黄金右脚是我不是你，想超过我想都别想。讲实话，真的比想象中的大概要简单15倍吧，至少。我用双脚成就你的梦想。炸！你看你，那条腿瘸成那样，你以为你还可以靠这4个字混饭吃吗？哎，老子儿个闪怎么学了个技能啊？老子不是儿闪吗？怎么学了个艺呀？我这是什么，兄弟们？我这好像也是耳闪，但是是另类的那种。哎，老子拿手都踢不出来这种耳闪，看见没有？我熟练了已经，知道吗？别太小看自己，牛头 WQ 算什么？瞎子耳闪才难。别叫了，老子拿舌头都能耳闪，装什么？那南风吹来清凉。这防御塔多不可靠，这有段先锋可以试试。如果让我吸点血，让我扛一下。哎，他撞的不是哎。哎，你撞的是右边这个，为什么右边这个不掉血，撞的左边那个掉血？这先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这个塔会破掉的，我已经没退无可退了。无知者，在劫难逃。这啊，还搁那儿站着，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嘚儿，八级。谁呀、啊？逗你玩啊！我准备走了呀！我还想着杀人呢，你在这干什么？你在这儿？你是帮人偷抱着果实给他卖呀？没办法回家，攻击血量。都是躲这个！哎，你干嘛？完了！我真服了！走啊！我走到一半，直接抱着果实把我炸过去。这个没错，没办法，我 A 的时候你在放在我手里。哎，这姐姐，
靠你们了。不爱。我是猪，我往这里走。哎，我觉得你这么容易天天挂我身上什么意思？我是最神奇的猫咪。从不后撤。这就离谱，瞬间我就没血了，我血量呢？五月，五月，我说等我一下了，杀出一条血路，神秘的力量 ，double kill，triple kill， 可是我没把他给宰了，可惜，真的可惜，我竟然不是 MVP， 我受不了了。这可太尴尬了。老板，感谢老板。nice， 老板，谢谢小姐姐啊，小姐姐。嗯、啊？前面商道路有中断到没？哎，我排到林伟翔了，我排到一个白金一了，兄弟们，钻石。头都给你们打破，要去哪儿啊？我想跟他一比一，别抓我林伟成。三哥，我现在给你机会，要不就点了吧，我不想杀你。我都给你机会了，三哥。哦，是。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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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我就想不明白，有我装什么东西，我受不了了。没事，先打两把白银局。打他。因为可以打他。这没办法，想给他让人头也让不了。爹，嗯、啊，求求了。我们要怎样进行这令人愉悦的折磨呢？没事没事，慢慢来。还有人会上来的。没事没事，慢慢来，跟着我走，别让他回来，完了，出大事。没事没事，慢慢来，跟着我走。Nice， 漂亮。这个威恩怎么这么卑微啊？他是个上分的人啊，这威恩。我们带他一把吧，带他一把。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慢慢来，多想和从前一样。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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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可是你要想办法卖他。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我来看一生要想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我听出来的呀，我怎么知道？哦，你有虽然也有人跟我说了，但是我自己听出来了。主要是青蛙讲道理，我看你那种小视频看了很多。哦，我的小视频听得比较明显。我的什么小视频？是正常的，就那种操作游戏跟游戏有关的小视频啊。我都感觉这话说出来要误会了。哦，可以。
怎么搞个这个东西辅助？这个打野有点慢。我就知道，我还特意等了一手，我崩了。不是大树被吹了，还在玩大树，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助投啊？좋아되는데이게는막그값을못하고그냥쳐받기만하고꼬라먹고전라먹고미드했다가4명있는데까고있고4대4인데에니디아제이슨이제씨발여기다까는것도아니고그냥브리치를부술수있는거또열렸다또열렸어카이사씨발그냥아유그냥개같은경우자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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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이고抠你的脚没事，这个速度也是几分钟一下完。我操！哎，有点没心思打了，说实话，心跳有点加快了。这没必要，你们知道吗？大早上的，谁看那玩意啊？挑你真好。不是，今天我要开。十个福袋，两个龙虾。哦，这什么东西？再来！哇！阿亮。是谁？将千年一起看。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旧就不能忘怀的眷恋？哦，谢谢大家可以点一下关注。对不起，兄弟们，我的，对不起，我的，我不想装手下去。刺儿吃药干哈呀，这几沉默突破他们的阵线，也能打。好，天影身过来，偷扣牌，逮到一二 Q 一二一一，变男枪，来滑蛋，大招，变泰坦，疏通航道，定住 A 一下，定住大招变回来 ，Q 接 W 变卡扎，隐身，还有谁没了？我点了这个，我发起的。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很诡异的魔术，诡异的，很诡异的。这叠牌我刚刚洗过了之后啊，从现在开始，我不碰它了，我再也不碰它了。你现在大脑里面想一个数字，10到20之间，你随便想，我自己想，随便想，不要说出来，你最小的，没有人能够操控你的意识，对不对 ？OK， 想好了吗？10到20，你想好了 ？OK， 你现在手拿起这叠牌。那么在变这个魔术之前呢，我得先看一下你的相，你的面相。有学过性格色彩吗？有听闻过啊？四种性格，每个人都有四种性格。你的性格当中，你的性格，风总，你的性格当中更多的是黑桃这个，就是很坚毅，里面是很。其实是一个很硬的，很硬汉，明白吗？
色只能代表性格，那么还有不一样的数字，那么你的数字哈，你的吉祥数字哈是四，哎，结合起来呢，就是你是在54张牌中可以找出对应的黑桃四能够代表你的张彬彬，明白了吧？黑桃四，对，好 ，OK， 我现在想问你刚才想的数字是多少？你现在可以一张一张去数了，你自己数，我不碰。我想的数字是几，我就数多少张牌。对对对对，一张一张数，我不会碰牌的，你数一张一张放这里。2、3、4、5、6、7、8、9、10，第十张 ，OK， 你把你第十张拿在手上，对你拿在手上不要看，不要离开镜头啊！你看我从头到尾没碰过牌，我也没办法控制你的意识。如果他是黑桃四，所有的观众会认为你跟我在串通，但是只有你自己心里面知道，对不对？我们根本没有串通。自己拿的牌我没碰过，我跟你讲，现在很多观众会认为我们在串通，这但其实你自己知道，真的没有，这个是真的是，这是真的帅气，比你打游戏的时候还帅。联盟篇招收线上欧比金了，喜欢英雄联盟，爱看撸啊撸主播的直播，那就发送简历到主播素材@163.com，请注明你喜欢观看的主播与联系方式。联盟更新，功劳有你。